8到10只，看大小只。8到10只。不要硬砸。1000块。1000条。来，大条的哈，来500。来500。现在黑鱼500块。这样五。重点砸。来多来多来。黑鱼够套了，来黑鱼啦。来。来。黑鱼要套了。这个要往右边一点点。边爱细卡蓝色的，对吧？细卡绿色的，细卡绿色的，你要看不要冲啊！哎，我叫他别别别，多点没有。我这边虾仁500块，给您过八个吧。哇，还给我加面皮啊！讲完就好，讲完个螃蟹，讲完螃蟹，你搁一时爱讲哦，讲完个。老妹杀马啊！你食只个啊？老妹杀马啊！杀伊啊！杀伊四只500，好几条好嘛？哎，造呀？杀马？你把造呀？很大尾吗？造呀，这种很大尾啊，这样啊。我要虾仁。你想找？虾仁500。500呀。共还没几包啊，四包哟。把到哎，有买迄我迄菜龟啦、海东啊，差不多啦，你甲我讲。可以买两包吗？可以啊，200块啊。500块。迄龟仔是无卖对无？哎呦，龟仔是无卖啦。好。错咪起码拢只2000条讲的哦。来，讲完起来嘿。龟仔是，你讲龟仔是哦。贡丸，来了。贡丸沙包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贡丸还没上来。阿雄呢？阿雄在后面。我爸，上我爸。这里。贡丸几包？你要三包呀、哦？谢谢。你呀、啊。你住新竹哦，新竹新竹现在没有厂。放完了，小龙，我好。二姐说，二姐说她昨天去练高尔夫球。她想要放完。二姐说她昨天去练高尔夫球。我不会啊，我来。因为她昨天就没有来。你多少摇啊？你多少啊？贵妇懂不懂？练高尔夫球。现在是6包。黑了，二了，这是一路先来。警察早早啊，对啊，公安贵啊，我知道。有没有，有鲨鱼。你讲啥？你讲鱼味哦？有青蛙无？你有鱼味无？有青蛙无？还有鱼刺尾啊！好啦好啦，我这边都系规定，收完。我啊无诶，你今天有对啊，高尔夫。边都系先来，300块。昨天练高尔夫。今
两地四地，那你嘛无我啊？六地嘿，无八地来，一十地三百块，然后十二地给你300-300。不要白做伊，三百块。白做伊。我等于收两包钱啦，四地。交你小张。来六地，来八地，来十地，然后十二地来，来白做伊来，四、六、好，你要五份了。十、十二来300块，哦，三百。来，这边来，来四，来，过，过来，再来，十二来，来，小姐来，好，谢，背大，哎，进来，进来哦，他给你传来了嘛，有哦，背大的没钱的客兄，来，不得了，是的，他就不会讲没钱的客兄，个人来无，有啊。我袂使讲个种骂，你要讲个囡仔无礼貌啊！你爸讲袂要紧哦。嘿啊，伊就爱叫阮爸骂尔。一寡人爱阮爸骂，阮爸拢讲吼，伊个人客无好骂，伊人客。嘿，伊阵骂都凶个了，你知无？啊，伊阵骂都凶。是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你知哦？哈哈哈哈哈。你毋捌可能头家头家骂人个怪凶啊？哈？头家怪凶。头家怪凶呀！你毋捌可能，毋捌可能，西门骂人个怪凶。你咧动较多，你公交的吗？哎，钱搁一日无够，你死啦！我起来了，还过食一只路。我非常听我边仔的，听我边仔讲，听我边仔的讲啥意思无？昨天那个站我旁边的就说，吼，暗时也买足久的吼，伊安尼吼。在他的面上，来，他五楼，收下去，来，收完了，四下来，八公。听讲沙瓦鱼哦，四月初就好季节啦，季节车都季节，这种赛事几只我好请，爱开八公，个人要沙瓦鱼。无啊吼，沙瓦鱼四只五百，来头前来头前来，来沙瓦鱼够 OK。以后吃木鱼会变成贵的鱼了。啊以后吃木鱼没有不是便宜的鱼了，以后你要吃丝木鱼肚就要变很贵了。对啊，三姐啊，哎，卖完卖鲨鱼啊。不赶快走，不然要杀白鱼吧？不杀白鱼，都无人来了。我卖鲨鱼。我鲨鱼来，鲨鱼来。你看老罗在干嘛啦？他拿那给你卖。你要黑好啦。哦，你要黑好啦，你还讲不干？你刷刀呢？啊，我骂先。你先给他赌个。哎，先要杀把鱼吧啦，两袋200块对吧？先要杀把鱼吧。我刷鱼吧啦，两袋200块。哎，200块。啊，先要刷鱼吧，这两袋200块，200块。啊，刷鱼吧，去旁边的啦。来，刷鱼吧。我可以接不？我，哎。上尾一箱是几多位？我等于吼，剥皮鱼，只会困难，姐姐吧，不然我刷鱼吧。小水要个男的啊，刷鱼200，一个300，一个200。你莫个爱陪留着，陪我只 Q 做只。不然我刷鱼吧，弄我哦。困难点咯，不然我刷鱼哦。几块？两块好。够无？剩几三块？哦，这边一块。来，几片？几块啦？什么物件？我关掉。我欠揍。你时间来先嘛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什么地哦？啊？好了，好了，三五，什么？三五，三五该无啊？啊，所以无对对啊。五八，五八啦。啊，五八是咩个坎？你先讲运通个，今天还是少？哎呀，运通个我都亏个。少就是较大地啊，我唔够地啊。嗯，都爱搞，都爱搞。较大地唔就较少。我猜袂晓。你卖定，你卖讲话好无？过人喎，迄公位过人，不要吃破。300，不过先来，800块来。
我这么帅爷三百块。150×5，750。哦，竟然算得出来。一支七百。哎，又搁创啊一个金龙，是不叫？哈哈。你知道你知影像真的吼？哎呀。来三百，帅鱼啊吼，来金水的来300块，那个金线鱼怎么卖？哪个？金线鱼啊，3只1000块，大家1000块，还够人来不？无啊，300块帅鱼啊，好无人来好来，我帮我的，我多利鱼啊，钓鱼丸啊吼，多利鱼啥卖？多利鱼来一包100块尔，一箱也无多济，啥物来多利鱼完全无饲哦。你做藤椒做红烧，铁板烧你用火锅店你用的啦。你一包1公斤哦，3袋。最好餐厅哦，1袋哦，1袋我破对盘，我切一片一片啦。哦，有人来无？我问100块，有人来100块多你，无人我多你，多你要死啦。你乖。哎呀，给，哎呀，给，哎呀。你是太无啦，3袋。多你无人来吼，那叫我摆起来了。啊。可以走啊！啊！来啊！多少？5包嘛。3包。哎，是咪还8包？一清昨天没有来吗？没吧。就没了。啊！你接了我当我看一下，你了你叫我喂去。啊！你来了，来。来。看了，我喂我妈妈，妈妈叫来我喂。够了吗？安生早安。今天今天有螃蟹吗？刷旗啊！如果是红鲟没有，红鲟没有，那我不知道刷旗啊有没有。六条，你是6条多10条，1000块。你今日刚刷旗啊？刷旗啊！刷旗无我旗啊吧？鲑鱼来，鲑鱼我来。哦，它是那一种。哎呀，怕它不？它是那种软壳蟹，软壳蟹有。它有那一种。之前在卖的那一种螃蟹，啊，红鲟没，红鲟没有，红鲟没有。鲑鱼4片500。来，鲑鱼过来。来，周末你去那边。他们在隔壁卖菜的啊。在隔壁啊。来，下来来，500块够人来不？来，我加一箱尔的。你卡车带到5箱还是1箱？来，走。来，我过来。5块来，我请你去啃，好啦。来，我上来来，来4袋500块来。过来来，我4袋500。来鲑鱼，我上来4片500。好啦，还有啥物鲑鱼有无？鲑鱼500块。拢我好。包啊，包啊，包啊，你包在毛啊？叫我问一下，你有八十公斤啊？要收大钱才卖啦，我问下了啦。地有三个鱼多无？我顶个拢唔知影有这种鱼啊，我倒啊起倒。有啥物青椒的无？水的，听讲够水的，带用金丝丝够拍啦。白带鱼啊。好啊，白带鱼啦。软壳蟹是大只还是小只哦？它就是之前那个啊。就是之前那一种。怎么讲？卖啦，我问下啦，你是八块？炒用炒的，用炒的那一种。6条100啦，好料。4条啊，7条100啦，8条100好了。来，有人来，8条啊，凊彩人啊，反正也是我的。那个一箱多少？那一箱蛮多钱的、哦。10块银啦。我那很大箱哦。10块无人。好，来。卖钱。可以。好啊，来哦。我这2条搁送你，100块。好，无人。上。因为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大，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那个螃蟹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我还没办法。我不敢让你买，我怕你买了以后觉得啊，怎么差那么多？这边，螃蟹啊，怎样？一箱多少啊？哪一种？你有2种吗？没有啊，那就1种啊。你知道我带的是哪一种？我知道，就是以前卖的那个嘛。对啊。
来，这有人来不来？码头码头鱼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这有人来无？我有八块，只四只来，这六只我八块先卖啦。码头鱼哦，码头鱼哦，这一斤三四百块的，两只。卢小杂，这等于哦，码头的八块。等一下来再看好不好？人家等一下来再看。四只哦，六只只样，六只来哩，来四来，这六只来。哎，不吃啊！你知无？这我不吃啊！哦，我烧三年，冇吃过。哎，你是来哪个？要吃码头？虾美你好。一、四、六。这码头位啊，这个人知哈？啊？哎，凊彩啊，两八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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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五百。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上来了，三百块了。卖个三百块，码头鱼，等者，等者啦，养十只哦，恁啦，养十只，养十只，三百了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几了？几啊？无够加加了，十尾三百无人啊，十二尾哦，恁老师哪位？一只免三十块码头，现在三百块，无啊无啊，来这个分分哦，外边，再去加一只，再三个人去了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我上来码头鱼。码头鱼三百块，码头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这一箱卖千五块的物件无人卖，再热心济呢，三百块卖啊，三百块，又贵啦，伊这馆长的有啊，我搞费用馆水甲细者，这好看。你试试啊！无人来，三百块上来，三百块。码头鱼三百，没有了吗？码头无人来。四包黑鳞，四包黑鳞，四包，四包，四包唔好。一包啦，好一包啦，靠腰一包啦，包啦。好，强势掉啦，你这个辛苦哦。他傻包无啊？啊，鱼包啦，鱼包啦，这个鱼包啦，买几箱好不？我买鱼包啊，来鱼包啦，鱼包啦，鱼包买两百块来，两百块。冬天哦，煮火锅汤啦，再炒辣椒，炒豆干，哦，中华一点。来，接下来炒一下腌丝啊，好，接下来来一百，来一百，一百块对啦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鱼包先买一百的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加的底。怎么办呀？这一份，来一百块来。来，给你。好，记得呀。海鸥。我休息了，不然。然后。是啦。我能休息了，我摆出来。摆出来见啊。云霄兰，早安。小酒，炒菜，配小酒酒好。谢谢。你看，我来伊遐去，昨下啉酒着，食偌济济。叫一罐三。你看，意思是你阿姨啊，最近都在啉多济酒诶。在。嘿嘿嘿，搁卡。诶，我叫一罐炒土豆，葱啊煮一罐，蒜头啊一罐，还一罐三百块，不要死。卖伫袂济好无？你面好手会疼。冰冰到底是谁？我没看过冰冰呢，是又谁改名字？冰冰，看着玲玲。没啊，冰冰啊！哎呦，来出来。小布早安，到停车场了 ，OK。好，来过来。等一下来，你再看那个螃蟹，叫他拿给你看。
等下来再叫他拿螃蟹给你看。一波，刚才这条很老的不烂呀。这鱼啦，迄边才有诶。这啥诶？有人要不烂鱼诶无？不烂鱼很老，正很老，一公一斤哦。等伊免搁洗啊，直接几块冰冷冻。要食吼，看上菜都切一角角落来煮卖着啊。这个人也只买两块，这一斤吼三二四俩，至少三五，我们得只买两块，现在都开七八六百咧，两百块人诶，两百块。不烂鱼。食这吼营养价值较有啦，你有好杀过吼，伊迄个价值拢老个，你啊这样甲伊洗好啊，哦洗好啊，转去吼，转去你只水沙沙的煮糜，直接煮糜就会使啊，两百块。个人也无，这两片两百，个人我食不拉鱼的无，两百块。你啊出时红个啊，食这做好个，个人也无，无吼。一千杂，一千杂，一千杂。一百块啦，个人也无啦。无啊，无人要不啦吼。老板，我要这个啦。八头啊。啊，你要摆东啊吼。哈哈哈！五包哦，聪明，运动真好啊，五包，干干，别要钱，够够完，一包，差不多一个一包，阿爸，阿爸，够完吗？够完哦，哎，碰到他了，加了，两包的哦，哎，上面搞成阿边坑里啊了，阿边无啊吗？有啊，有吗？够不？够完嘞，够完哦。边啊一空去刷水，一边。不要啦。哦，我这拍头搞袂停。好，我老妹被晒伊啦。我要咸猪肉。你要咸猪肉，好，没问题。拍头先买来，拍头买三百块来，这两只、四只来，这五只、六只，好来，这八只你啦，三百块，这八只三百块先买。八只三百块，还是高尾这十尾三百对啦，一只剩三十块呢，三百块。三百拿。来，这是两份，两份，两份，贵价来，去十条来，三百块了。你喜欢怕潮啊？来，先给你一份。来，贵，来再来，来一、四、八、贵。你等一下啊，看要不要太贵，给你一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收，你不要这么多啊！我叫你买再三收，叫你买一收，这一摆再一收，你搞我买一收。我是专画的嘞。不想怕啦。来拿。来，这几分。这是帕桃啊，就是那个帕桃啊，对。这先切上一片。好。会贵的哈，都会贵包啊。七包啊，只能够给两位多，好不好？只能给两位了。这个他不够了。我下午会泡汤来。那你再给我买两份的。两份，那我四条给你哦，六姐六号的。你不用拿袋子来。不能泡汤哦。来给你。谢谢。泡汤不能来哦。现在有小白汤吗？小白汤没有。没有。同学福利啊。小白汤。哇，反正上用这水壶啦，一千六，好不？多几条，减低吧。先做到几条？怎么卖？一条一百。全部给你好啊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是我上爱人搞问，怎么卖？啊，当然要问啊。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，十条都一千块了。无啊，拄好嘛，春节呢。来，羊牛，这一千给。好，对。羊牛，河牛来，阿爸鱼还袂济啦，阿爸鱼啊两百块箱来。妈是啦，你讲啦。哎，两百块来。你太好个啦，等于收养。你要吗？来，我帮你拿。来。你等一下，不要。过来黑啊！你等一下再问怎么卖，他会等箱给你哦。带回家黑啊！我买两份好了。好，买两份，好。这两份哦，有够无啊？这样你歹看啦，无你来弄个搞硬起来。两份够不够啊？那你请问多少螺丝？多少粒？两球。哎呦！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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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对啊，像个榕树下。榕树下大家拢知啦。对啊，像小肉粽。榕树下吃，榕树下吃小肉粽。来，还有一份我帮你拿。阿姨拢像个像个小虾米。啥？阿翔。阿翔，我们放这边，放改冬啊，好了。改冬后面是压扁的，改冬啊压扁没关系。好，介绍一下，介绍。